特别喜欢到龙旗，那是一个氛围，就是很台南的氛围。最有名的其实是牛肉炉，仁德的阿裕牛肉炉，永康的三大牛肉炉，刘家庄牛肉炉，其实是交通。我讲的交通不是外县市到台南，而是台南的每个区域之间的联动，从来都不用前瞻两个字叫这个计划，我都叫做早就该做基础建设计划。所以前瞻计划对台南来讲是一个让台北市以外的公民得到一个公平的生活品质的对待。大家好，我是王定宇，我在卧草台南立委给问吗，7月8号等你来问。